祥和，发自内心的那种特别平静，反正就挺得劲儿，身上不累了，像踩棉花似的脚。一听小曲儿啊，就是自己就是兴奋，看谁都是好人，哎，跟谁都想唠嗑，不认同的人都能唠一块多，都感觉哎呦妈呀，就感觉是亲兄弟似的。希望这回媒体介入，我也是狠下心来戒断。就第一次接触泰勒的是什么时候？那是4年前呗，搁那 KTV 上班，完了老熬夜，完了挺不住了，完就开始吃这个药。6年以前在沈阳吧，你大概知道，就是在沈阳的迪吧里面，可能就吃药跟喝酒一样正常。看朋友吃嘛，自己寻思谁都好奇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开始他们一吃，哎，这啥呢？他们吃挺好吧，自己跟着吃。就比如说做手术那麻药似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开始做手术前你闭眼睛啊不疼，但你术后之后那麻药劲下了，你感觉我比手术前还疼，完就开始慢慢就。吃一两天没有瘾，吃连续吃7天就开始上瘾了。如果不吃的话，就是特别麻木身体，完牙疼、关节疼。要是就跟那待着，必须得动弹，就跟多动症似的。因为我睡觉之前会吃2片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就会打哈欠、流眼泪。然后晚上要是接着去上班的话，临近下班点的时候腿就会开始疼了，那个时候可能会再吃2片。没啥，一般都是没啥片子，还有512，曲马多、小儿麻可唑，还有没啥片、泰勒宁、氨基酚曲马多。还有左匹克隆，因为太小的小孩他们就是吃了美沙，这药太贵买不起，65。这药房都有卖的，这就是感冒药，不犯法，也不触犯法律。我都不知道自己吃吧，最多的一回吃的是眼睛啥也看不着了，趴地下了我就啥也不知道了。当我清醒的时候，120车来了，完了把我抬到担架上面，我妈给那个缉毒的打电话。说你想那个把这药房给揭发了，警察说的，他不属于管制的药，警察不管。睡不着觉，能睡着觉的话，睡10分钟，那身上全是汗，整个被全透了。因为我自己有那个焦虑症什么的，然后就会感觉很无聊，你知道吧？每天。你不知道你天天睁眼起来你是要干什么，是因为一个什么，怎么给形容？你吃下去以后跟体内那个阿片受体结合到一起嘛，然后那个阿片受体那个控制多巴胺分泌，然后可能会感觉快乐一点。他那人吧，就是心瘾特别大，他那种药吧就跟感觉就跟一个魔鬼似的，你知道吗？一点脸没，就一点男人的脸都没有，我可以为了这个药去干任何事情。你说我上班那一个月，我管我舅妈，就那一个月管我舅妈借3000多，都是100、200那么借。我舅妈天天骂我，我就为了那一碗药，就站着让挨我舅妈骂。2012年1月份到4月份那阵儿，借了11个月。他这个药物戒断反应大概也就会持续3天，但是说他们。就是一般如果你想说要成功戒药的话，你要保持3年不吃才能成功。强制你去戒，但是你心里面不想戒的，你出去以后还得吃，缺少那种，反正就是我感觉活着缺少那种激情快感，反正又捡起来又开始吃。没想到就是去戒掉，也没想到天天吃，但是你就是怎么说呢，玩一天吃一天吧。你如果停了以后，你就不分泌多巴胺了，你也知道多巴胺干什么的，就
就会感觉到不怎么很快乐那种。就是这两天过的吧，就是有几个点特别想就偷摸自己跑出去买药去，但是我还是感觉我自己能行，我能挺住。我特别想知道身体好是怎么样，因为我身体就是18岁以后身体没好过。我听的都是，哎呀，都是药陪伴我都度过的，没有就是说像别人的青春那样的快乐什么的。一看到自己父母也是这辈子就是自责的要死。是有吧，人多大岁数了，50多啊，风湿关节炎，他就是说去药店买药，说什么止疼药比较好使一点，然后那个直接给他拿的泰勒宁，然后他就在那个网页上问那个医生说那个我吃泰勒宁治关节炎，但是只要一停药关节炎又犯了怎么办呢。就我当时一看，其实当时心里就感觉啊，那就是戒断反应。这整天就搁家待着呗，完了散散心，早起来跑步啥的，就不去想那个药的事儿。